CRIEnglish.com, connecting China with the world.冰上的这种梦幻去表现出来，我觉得他呢对于这个对于步法的理解和对于花样滑冰的理解，可能会在让我们这些人呢都会觉得他这是一个对花滑世界有巨大贡献的人，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金燕儿呢，他也是从我们中华奥运会比完赛之后呢，就再没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演出，只是自己在演出。可能我们接下来5月份就会去韩国，可能相互的一种支持吧，我觉得能够把金燕儿请到中国来演出的，其实也是我们公司啊，就是孙世佳还有雅思呢，我们都去费了很大的力气。因为金燕儿对于韩国人来说，他是基本上算一个传奇人物一样。